秒还在年龄焦虑，下一秒突然被毛毛治愈了。他说今年才21岁，那、但是已经出道好几年了，好幸福啊！你才大四，我现在回看我上大学照片，我胶原蛋白太蓬松了，我原来发缝都没有这些。你没有头发困扰啊？有，会继续老的。现在永远是最年轻的时候。是的，今天永远是我们遇上最年轻的一天。当然了，珍惜珍惜时间。点击左下角观看完整版视频。3000来首歌啊？你说1500首，相当多。你会唱张惠妹的歌吗？什么歌？我想想啊，听海。是是是，肯定会吗？我只会唱一句。行，来一句。我可以帮你吗，爱人？让我在你肩膀哭泣。哇哦，他是，我不知道，我只会唱这一点一点点。我之前就跟他说，我特别想听他唱那个《月光》。月光，胡彦斌那个。啊，月光。我觉得你唱会很好听。我找一下词儿，好不？我。过情关是该过情关开始，那是第三句，你唱。我过情关，谁敢闯？我明月心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。谁最狂？谁最狂？哇哦！这收进去会更好听。你烦不烦呀？哎呀妈，太好听了！还能点吗？再来一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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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！你点我就搁这儿。哎呀，你俩能合唱吗？合唱啥呢？快找一首你俩合唱的，我再好好听一听，享受享受。我这有吃有喝的。唱啥呢？你想唱啥？那就唱一个你的吧，我就跟那哼哼的。唱什么？那个就是最近比较火那个，叫啥？什么？错过的大雨那个。想你是风起。中了，就唱一个你最近挺火那个想你是风起。谢谢毛老师。行啊，你唱和声吗？我跟他稍微哼哼吧，我们不太熟那歌。刚刚我错过的大雨，握不住的盛夏，飘过的云是你吗？一圈又一圈，我多想是路过你的风，忍不住落回你眼中。比较干，还行。你们俩唱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的。就是像平时嬉笑打闹的，就是一俩一进入唱歌的状态，两个人就非常的，是因为我们是专业歌手，值得信赖。对，哇，太值得信赖了。凤凰传奇的歌你会吗？你会唱那个全是爱吗？全是爱是哪一首？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，让我爱情想得太美，现实太诱惑。啊，非得哎，你会唱那个吗？草原最美的花那个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红的色日。人家歌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，你就深情的唱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它背后有什么故事？它不是，它歌词写的很感人。挺好听，他非常喜欢这个歌。那你唱一下，感人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色日朗，一梦到天涯，遍地是花香。流浪的人儿啊，心上有了他，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。啊，我觉得不是，我主要只会唱那一句，就会唱那个我们的萨日朗那一句，不会了。哎，你把这个草原上的情感呢，都玩笑话很多时候。啊，草原上还有什么？还有啥？你可以一直唱，唱40分钟。我们这集就播你唱歌，播满40分钟。套马杆你听过吗？听。那你套马杆再来两句。套马的不用那个。哇，你可以自由切换哎。什么山歌啊？
汤马干他原唱不是就有点这样吗？是，但人家是少数民族，你就按你自己的来。我自己汤马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。那如果是很甜的那种女生的歌可以吗？比如啊、樱花草。樱花草怎么唱啊？樱花草他不在他的年纪啊，确实不在他的年纪。你又唱一二三木头人吗？一二三木头人是啥呀？我知道你这是啥呀？我说一二三木头人，再不表白就要被扣分。只有我一个人听过。黑糖玛奇朵，你不知道？这个我是真不知道了，这我都不知道。你别说你。蔡依林的歌有没有很甜的？哒哒哩哒，这啥歌来着？我的世界变得奇妙，更难以言喻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甜吗？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还窃喜，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是甜的，忙着快乐，忙着感动，从彼此陌生到这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。哇，我发现单依纯哈，他有一些演唱过程中的表演啥呀，最好听的时候唱的那个踮起脚尖爱，最后那个哎呀哦，我知道，这是他的。哎呀，还那哪有啥样啊？啥呀？我给你看那个，还有个威武，很惊人。他那会儿就是我来不及说声嗨。你是觉得很搞笑是吗？我觉得挺好，挺会，就是应该是那样的。我自己都没啥，想没想那么多，还好吧。这块马上，这块喊完了，后边那块。云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。啊，就是有一个耸肩，就是有一种对话感，是不是？对，嗯，有一种情境的，仿佛是。你来一个，你来一个。他还有，还有一种羞涩在里面，就是。没有，他没有这么夸，人家是很正常的，不是设计，就是进到音乐的情境当中了。我来不及说什么，我在台上这样，你想来打我？你要是沉浸也很动人。我来不及说什么，对呀、啊，也有些动作只属于小姑娘，我觉得非常动人。你肯定也会有类似的动作。那说不定你可以用你只是不耸肩而已，我只是我没有就是嗨的那个，它跟歌词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来，他话好不礼貌。没有，我就在表扬你，就有点分不清你是在称赞还是在是表扬，就抓住了这些小细节，是投入，其实你自己也不知道，没哪想那么多，都是和那个歌的情境或者是歌词或者是那个情感是非常顺的。说明他就是在理解这个歌唱的是啥。哎，那个天猫双十一你有啥准备买的没？我看老多那个清单推荐啥的，眼花缭乱的。可以按照超级单品抄作业，在超多人都在用的淘宝 APP 里热卖的品，按真实评价和真实销量选出的10000款，我都被安利到了。这么好。上淘宝搜索双十一超级单品，挑人气爆款，认准天猫超级单品。行，我这就去。我看来呀，这个购物车抄作业还是有讲究的，向你学习，我这就去学习一下。做游戏，快做游戏。做你带的游戏。做游戏。哪个？你最想做哪个游戏？这个就是那个音乐卧底，你们应该知道的吧？不知道。这我知道。音乐卧底就是三个人戴耳机听音乐，比如说两个人放的都是凤凰传奇的歌，然后中间有一个人放的是 My Heart Will Go On， 就这种、oh. 啊，对，但是你要通过肢体行，明白了，然后找出卧底，行，这挺好，有意思，嗯，那得戴耳机是吧？嗯 ，OK， 来选一个，来吧，一人拿一个呗，这题都要看到了，嗯，那就君子游戏。我看看。
自己是卧底。开始吗？三二一吗？啊，你俩不动了。要动要动要动。要动要动。是谁在怀念把我做出的一场游戏。我感觉我知道是谁了，不会是我吧？啊！等一下，是雪琴，我觉得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，有可能我放的是这个 DJ 版。有 DJ， 那是你。我跟你说，万哥皆可 DJ， 我这个是 DJ 版。啊！真的，你看他一点不动，以不动应万动。我觉得是雪琴，我觉得是你。啊！你们是啥呀？我是周深的歌。我也是周深的。天堂岛之歌。啊，那我不是，我是车厢夫人。我放出来。我说他那个节奏好像跟我的不太一样。啊，那我知道，那下把我也不动了啊。原来是这样的。我再来，我再抽一个。下把我可不使劲动了。嗯。开始了。开始了吗？开始，开始。我，你啥也不动啊？我动的吗？你多少动两下啊？还没开始唱，我前奏。我感觉好像又是我。不可能，我想是他。又是我。是你。我俩是你俩是爱你本草纲目。本草纲目。你是啥呀？哎，我给你俩听听，给你一个耳机，给你分享一下。我的是这个，哎呦，我这手，天气预报这个。啊！我不信了，再下一把来。我好想抬腿啊，刚才。再来一个，最后一轮了，最后一轮了啊。单依纯。喂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是，应该是，应该是你。为什么？先听嘛，行不行？因为你没有反应。给我个机会。行行，来吧。已经开始动了是吧？啊，我开始，我播的快。怎么是这个节奏啊？啊！绝对是你，是我吗？绝对是你。我爱你们是什么？你是啥吧？你就说。我会自己上厕所。我会自己上厕所。这啥歌啊？是儿童歌曲。明天开始我又要自己上厕所。我搜搜，我俩没有歌。啊，这样的吗？嗯，我俩是没歌。我一拿到这个，我一看他，你啊，是吗？嗯，原来你们在乱动啊。嗯。上厕所时不能吃东西。可以，这个要是人多能挺有意思。对，咱仨一下人有点少，一眼看穿了。主要咱们都对眼神儿。完了，个个的仨人可不就得互相看吗？挺有意思，挺有意思。咱们现在就是今天做饭，做疙瘩汤行吗？嗯，试试吧，来吧，走吧，研究一下它。摆面在哪儿啊？这儿呢。可是怎么才能把面和成絮状呢？怎么着都能吃。这回呢？
这回再来一点吧，这回就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咱吃不了那么多吧。完了，水，昨天俺们拿那个矿泉水瓶，我看它是一滴一滴的。那我们拿个杯子呗。我觉得拿矿泉水瓶扎眼儿啥的呢？这个应该也要用到吧？这个要用到吗？不用，这捣蒜的，铁子。我可没做过饭呢。没事儿，你到这儿来，我俩做。有肉吗？没有。那吃素的吧？只能了，西红柿鸡蛋。有西红柿吗？有西红柿。但是没有，拿杯一点点倒吧。说，我看那水得一滴一滴倒。哎，要不用这个吧？哎，可以，聪慧，研究一下，你负责搅还是倒？我倒吧，要不好不好？行，你倒一下，我看看，一滴的，就这样倒呗。是不是啊？是，迅速搅，迅速搅，怎么着都能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点的范围，小点，小点倒，小点倒，这都倒一会儿，麻了点，对，一滴一滴的，对。这样行不？我觉得行，省不怕慢。找点水，有点大现在。哎呀，这活儿挺费劲的。那我整一会儿啊。我整一会儿吧。你来一会儿来，你感受一下子，挺有意思，挺好。你看，有成效，初见雏形了。你说这神奇的物理啊，这玩意儿咋能呢？学到了。其实不难做啊。差不多了吧？这疙瘩还挺小呢。我觉得够了吧？呐，一会儿成团了。一会儿和上了，你差不多了。哎呦，我觉得挺成功。很成功，相当成功。哎呀。